能看着点不？大哥，我第一次给你偷东西，我有点蒙圈了。有大哥在，你蒙什么圈？准备一下，干活。干啥呀你啊？大哥，咱不是小偷了吗？我得蒙面呢，这跟电影上学的。就你这个造型，连三岁小孩都看出你是个偷东西的啊！站起来。在蹲着，这完蛋了，玩你带这个玩意儿，大爷有味儿啊，这谁那偷的，这是出去走了，去啊，看这家有人没，有人吗？你咋不问人家有没有钱呢？有没有钱呢？大哥，摊上你，能不能不可一个地方打？打你怎么的？打你怎么的？过去，哎，学着点。有人吗？我们是查水费的，开门。好嘞，大哥，这个活我行。大哥，你瞧，你干啥呀？啊，破门而入。哎呦我呀！我说啊，就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我今天就我这个脾气我。你干啥呀？这么带安全一点。啊，戴个安全帽就安全了是吧？不就安全？哎呀，大哥，冒点风，戴这个，戴这个。大哥，平安无事。大哥，平安无事。大哥，哎呀！什么？什么？大哥，我进来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进来的。抓紧干活。好，抓紧干活，抓紧干活。呀，还热乎着呢。什么？怎么都热乎？你是不是又在吃东西呀？嗯。你看看你啊，你看这腮帮子鼓的像猪吹不似的啊，还说你没吃？有能专业点不？能专业点不？我们是什么行业？我们是小偷，我们是有职业的，我们是有组织和纪律的。什么叫专业？我们不是吃货，知不知道？是来吃来了吗？这脚什么馅的啊？干活去，大哥，搭把手，把冰箱给他干走。你是立功啊！我跟你我今天就教你什么叫做专业。专业，大哥，告。去。抽屉里肯定有钱，啊！哎呀，大哥，钱呐！能不能小点声？我还不要钱吗？啊！别，大哥，这钱我拿的，这是我发现的。那你多少皮我点啊？炮啊！啊！你不得一大件吗？这屋里这些大件你随便拿。搬走就归你啊！这件大呀！哎呀，录音机，妞妞，不在。
妞妞，这次妈妈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要坚强，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。你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在抽屉里，你把它交给舅舅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封信是给舅舅留的。女儿，妈妈永远爱你。大哥，嗯，那钱是孩子上学的钱。对呀，我听见了。不对呀，咱要拿走了，这孩子上不了学了。你是不是真山炮啊？啊，你没听说吗？人家去很远的地方，证明人家就是出国了。现在什么人家能出国呀？那得相当有钱了。别替古人担忧了啊！去，再找找还有啥贵重东西没啊？还有封信。大哥，哎，大哥，死了。大哥，三炮啊，至于吗？我就给你长几个饺子吃，你咒我死啊啊！不是吃好好的、啊。大哥，还是把钱拿出来吧。你说什么玩意儿？把钱呐拿出来吧。你疯了？把钱拿出来。你要干啥呀你呀？啊？把钱拿出来。你干啥？把钱拿出来。不小点声不？你把钱拿出来。拿，我小点声。小点声，拿行不？我拿，拿。拿出来，把钱拿出来。这不都拿出来了吗？把你自己的钱也拿出来。我说你是不是疯了？我领你出来干啥了？我领你出来不就为了抢钱来吗？咱这不是偷钱？偷了半天钱，我们自个儿全部拿着，我们还得为了搭钱呢。我出来那天为了啥呀？我顶你干什么？我辛辛苦苦，我为了什么？我为了就为了偷点钱，偷完钱自个儿没拿走，我自个儿还为了搭钱，我他妈这天你疯了你呀？你是不是为了这个？你们是不是这疯了你一天？大哥，你看吧，弟弟呀、啊，医院的诊断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是癌症，我恐怕没有多长时间了。我要是走了，你就是妞妞最亲的人了。妞妞是个苦命的孩子，很小就没有了爸爸，现在有弟弟啊。妞妞从小就很懂事，很听话，我把她交给你了。我了，兄弟。大哥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公安局。公安局你也敢偷？从今以后都不偷了，我们去自首。自首？大哥，兄弟，走。